那这一次就让我来当是第一个好。那大家好，我叫王国兴，然后今年是淡江大学气管第三年级的同学，然后这是我今年去年暑假去日本玩的照片。那我想分享的三个关键词是第一个是食盐。我想说的是，因为其实我寒假的时候很闲，然后每天就可能看电视啊、看影集什么，就两天把二三十集的影集看完，然后导致我每天都失眠。可是我一开学之后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天天都睡得很好，就可能是因为开学太忙碌的关系了，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很爽。然后第二个是回头看，就是因为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微软实习这个东西，这个计划。然后就上礼拜我们学校就是也有人来分享，然后我就在想说，因为我去年有报名，然后刚好被刷掉，那我就在想说，那我今年如果要再报名的话，那这一年我做了什么东西让我成长什么？所以我就在思考，我这一年是不是做了很多哪些可以让我成长的事情啊？所以就回头看这一年的过程，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在焦点认识很多朋友，然后我暑假也有在别的地方实习，就觉得希望我今年能够达成我的愿望。然后第三点是说话，就是我觉得我每天都要一直在说话，不管是用电脑 key 字啊，或者用嘴巴讲话，因为就是参加聚会的场合，或者在学校有事情的话，就是要帮大家一直说明解释啊，或者一直跟人家聊天。我觉得这种感觉虽然很爽，但是最近觉得有点累，就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，一直讲话，讲到我的喉咙有点痛这样子。对，所以这个是我的自我介绍。那待会看一下还有剩29分，所以如果你们时间很多的话，不要讲一分钟就下台，你们可以一直讲，讲到时间结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不会赶。可是如果时间一结束的话，你就马上可以准备下来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位是庄胜宇，回来啊。因为刚才的时候，大家会给他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是收了多少钱？什么业配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庄胜宇，我是淡江，我也是淡江的，我是今年淡江管科系二年级。为什么要写我爱焦点？因为是我，这是我第二次来焦点。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只是想说来走一走，来看一看。然后来的时候就认识到，感觉这边是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可以认识到很多不同学校的人或者是一些社会人士，所以我就很开心这三个，这也是有点偷懒，因为那时候月亮就传讯息给我叫我上去写，然后我想说因为写三点就觉得很麻烦，然后我就三个其实是一点，对，然后就是我很喜欢焦点，就是来这边真的感觉就很棒，好。还有一分钟吗？那我要讲，这张照片是我国高三的时候去拍的，就是我们家里说要去那个拍什么家庭照，然后就被抓去拍，然后我觉得这样很好看，所以一直都放着，我已经放了两年多了，都没有改过，然后还有50多秒，我要讲个谜语给大家猜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。世界上最难吃的面是什么面？跟就是提示一下，就是跟一个英雄漫画英雄人物有关。东方还是西方？西方的美国的，你们一定看过。Spider-Man。疯狂假面变态，居然讲错蜘蛛。有人知道吗？有人知道吗？随便讲一个，不想讲。复仇者联盟的成员之一。这个人不想讲。不是。哦，对，蜘蛛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蜘蛛人没有英文念叫 Spider-Man， 失败的面。好，谢谢我们胜宇的谜语跟他自己的帅气的自我分享。那下一位是林宇谦，回来。好，大家可以给一些掌声。就是清华大学工科系，现在目前大二。然后为什么我会写思事学呢？这个思呢，就是啊，这三点思呢，在形容我就是目前的状态。就是思就是我常常做什么事情就想很多，做那件事情想啊，是要不要该做？啊，我要不要来焦点？要不要做什么？然后要不要出国交换什么之类？我想了很多。然后因为最近因为我受了一些学长的感召，然后我这就是加入了一个奇怪的社团，叫也没有奇怪，就是叫 this， 叫 THIS this， 然后全名中文是清华国际创业网络，然后我们社团主要名就是要就是宣扬创业家精神这样子，然后再让清大整个校园变得比较不一样。对，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事，什么是事呢？就是因为我现在
就像我已经不想当象棋一样，就是我做什么东西，我现在是真的就去尝试，就是试去做这样子。然后希望在什么地方就是能做到第三点学，就是走到哪边都可以学到这些东西这样子。就不要说只是走看看，走看看，然后事实上就是周围很多人上，就是每个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然后因为我还非常的废，对，所以请大家多指教。还剩46秒，就我也没什么谜语，怎么办？好，我想请一下这个。好，现在这个头发呢，事实上我头发原本没有这么短的，就是我之前去我们学校一家叫水木理发厅的地方。那这个，我相信在网络上大家应该都非常知道，这个非常有名，就是剪一次头发90块这样。然后我就非常的大胆去尝试，然后我也学到了，再也不要再去那边。对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子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位的朋友是张安琪，有来吗？就我就在做出一个看起来很像他想要的东西一样，然后我就在写信过去，
然后结果他好像就对我印象深刻这样，他就真的就是，他就真的就掏出100万出来说，好，那帮你试看，就是可以的话，就是再帮你出资一个多资金这样。然后没有，可是那没有，因为后来没有成功啦，就是后来因为后来是马总实际好多有，一开始有赚钱，可是后来就是后来是测试是不行的，对，然后可是就这个经历让我个人就是创业想法，就整个就是改变一下，就是哇，原来就是它是一个可以离我这么近的事情这样，而且因为认识他的关系，所以其实我的思维也从那种就是一定要赚到100万或1000万才能去创业的这种框框里面就跳脱出来，对，然后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，也想去试试看的话，我可以带大家去讲，然后这是我分享一个那个，这是我分享一个故事这样，然后我想买东西。加上大后天。哦，我知道，刚刚是有一些宗教信仰上面。宗教信仰是这个。开些财神庙好像比较容易知道。其实如果是有在研究什么跟财神庙求财或者是做计划，对，就是有宗教的可以。可以最后教你一个求财的方法。可是问题是要跟，就要请神明帮你跟，你要去找上好金主投资人的故事一样。刻板印象都是好像拿一个香拜拜，可是他这其实是要准备很多东西，就是我现在也在准备。我下次来讲9分钟教大家，我觉得会。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实际的成果，可是有成果之后会这样。你觉得哪一间比较灵？我现在要去那个凤尾林阁。凤尾林阁是在哪里？在那个408德路那边。对，就是因为那边那家很多人求财神棍。可是我们说每个都可以，求财神棍可能我走了。没有，就是要有福报嘛，就是。要怀孕吗？还请大家加油。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可以跟神明这样子谈条件的，好厉害！那我们下一位的朋友是鸠雾，有来吗？好，看起来是没有来的样子。下一位王雅琪有来吗？有。有。好。哎呀。素描。素描。素描。好，就是想一下。
是廖曼君，他有来吗？好，看起来是没有来的样子。下一位 ，Adam。那我们掌声欢迎 Adam。要表演了。之前在逛花圃的时候，然后我朋友帮我拍出来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并不想做，想说嘴巴很大，然后他说那你可以猜什么？我说哦，我不知道，我再试试看好。然后我就试了猜一看，然后结果我吃完饭之后，因为我身边有个走动，然后就推我的手，然后结果看我说我爆了一个，然后就哎我那个痘痘很大，然后就碰到他身上。我不知道怎么来的，反正这大概也是没有，也是没说是我个性啊，就是以前我就会说我蛮努力，然后有效率的，可是我又有点多嘛，就想说，哦，做那个好像不错，可是那个好像有点差，然后不做那个的话好像不太好，然后就想一想，然后就想说到底要不要说，然后就算了。然后我以前是念淡江气管系，我跟国庆一样，然后大学的时候就玩汽车，可是我大学那个思维比较狭隘，就是觉得说好像参加的社团就很不错，然后也觉得说好像我也知道就是要参加什么，想自己参加去实习，就等到之后发现哦，原来有努力考研看，然后后来当完兵之后，我就去考了研究所，然后就考上台大国际系。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，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很丢脸，因为我那时候老师来面试，然后英文很差，然后最后一段是英文面试，然后他们就讲了，然后我一直听懂，然后就很紧张，刚考上，直接真的上不了，然后我就过去，老师，因为他那时候刚好他面试那天刚好是我生日，然后就跟老师说，我说今天是我生日，然后我就想要上。而且我记得那时候面试的是台大国际，但是我那时候想上台大商业所，我就跟他说，我最后一关就是想要上台大商业，然后老师，我刚讲错了，然后在台大国际所，然后老师就一直笑，然后他就说你坐到有什么公里数，然后就随便打一个公里数给我说，哦，老师生日快乐，然后说啊你可以等我一个台，然后就没有，不是让我上这样，我谢谢。下一位是顾家人，好的，我是顾家人。哎，等一下如果有叫你的，你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，让我可能看不到你在哪里这样子。那我们欢迎顾家人的自我介绍。就赶快转方向，就是转去实习，
就是食品这样子考，然后就考上了这个台大食科所。那时候算是也算是顺利毕业啦，哎，毕业之后呢，就开始当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那就在推广那个奇妙的一个食品原料，就叫做香料。很多人听到香料就是都不明白它是什么，那我就直白说，就是胖达不再用的那个香料，哎，就类似那种食品用的香精啊，哎，那就算是现在才工作了半年，那就是看到这些年轻人都很努力上进，愿意努力，就是哎交交朋友。棒，完蛋了，有点干掉了，剩13秒，快，我要想一下，好，讲这只鸭子好了，哎、欸、对，这个鸭子也是去那个新屋之前黄色小鸭的时候看的鸭子，对啊，那就是我就是长得这样，但我显瘦了，那就发福就公平了，是啊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下一位是王义翔，哇，他们两个欢迎。大家好，那我不知道他会拿这个，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奖。那我是王义翔，我是清华大学一环系，就生医工程与环境科学一年级。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叫 Andy， 就是 Andy。然后我可能跟大家比较不一样是，大家可能就是做很多一些学校的东西，然后参与很多活动，但是我比较爱玩，因为我的兴趣太多了。然后我是繁星上，所以。我有半年多的时间可以来探索自己，我叫做探索自己，然后我就接触了很多活动，学了一些证券，然后去参加一些志工，我学了摄影，我去冲浪，然后我现在在潜水，然后现在在潜水社，然后我下礼拜去小琉球潜，我就可以拿到我的 license， 我下礼拜我要在水下搬证照，很爽，对啊，然后。我现在在大学是那个 DIS 社团清华创业网络，是社长，有 po 文我就知道，来这边认识大家。然后我很喜欢交朋友，我也是 TFAA， 是清华的那个什么 TFA， 就是跟外国人接触啊，亲善大使。对，所以我就很喜欢交各国朋友，有时候外国朋友来台湾，我会带他们去玩。对，然后。我其实前一阵有个想法，也是想再做类似这样子的活动，没想到已经有人做成了。对，我就觉得很厉害。然后，但是我的想法目标是我要找国外的人一起来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会想在清华里面再玩一点大的东西，可能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也是什么社？哦，还有在外面基金会啊，就是实践家，不知道大家有听过 ？Yours， 实践家基金会，我是037的华清服务团。对，然后所以我今年暑假有带一个美国的一队，然后这是我就小小介绍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放上来，希望可以这样。然后对我喜欢交朋友，大家可以直问直接跟我 say hello， 我们可以。好，那你们，然后最后一句话就是大家好，我是王义翔，大家可以叫我 Andy， 谢谢。Andy 没用这三个词来自我介绍，我觉得他现在才大一，他做的事情好像是很多人大学整个四年都在学的，就感觉他大学差不多毕业的样子。下一位朋友是王玉成，旁边掌声欢迎王玉成的分享。我参加这个焦点其实蛮怪的，因为我是看到那个我高中同学那个林展毅他就是按产检，然后我就想啊，好，反正我今天很无聊，那我来按产检。然后结果没想到我要自我介绍，那我来按照这上面讲一下叛逆哈。我现在是北医药学系二年级，那可是说叛逆的话，因为我不想当药师，可是就是我觉得大学四年只有四年，所以应该要去尝试一点东西。那我现在就是在做，我是北医艺术系第一届创办。那还有我这今年的尝试是北艺术季，还有一个是 TEDxTM， 那这两个大活动都是我们今年就是在尝试的。那有学到就是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，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来北艺来看一下。那热血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人跟我讲过，有一个学长跟我讲过，就是你现在不做梦，那你什么时候做梦？你老了以后你就过得太安逸了，那你就你也没能力做梦。所以我就觉得。那个学长跟我讲说，你现在想做什么就赶紧做，大学不要怕，然后就多去尝试这样。然后，我刚才已经讲出来尝试，那这就是
我常常去，我现在有玩摄影，所以可以跟 Andy 玩那个交流一下。然后还有我现在有在学就是 Photoshop， 然后还有 A 就是 Illustrator， 就是一些跟我本科系没有关系的东西，可是我真的很想学。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去实践看他们服装设计展，我都照下。可是我喜欢艺术，然后希望大家如果底下有有这样同样嗜好的朋友，可以跟我一起交流，谢谢。我觉得在焦点跟创中，就会看到很多学生都是不务本业的学生，就是好像自己读什么系都不重要，就努力要往校内发展。我觉得这也是台湾蛮奇妙的一个生态。好，下一位 Astro 在吗？然后看起来就是不在的样子。下一位，来，来君。其实来这里觉得很紧张，对，因为我以前我是月亮霓虹业大学的朋友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就是因为现在当兵了，所以对大家讲话可能很紧张这样。好，那我现在是社青，然后第一个主题责任，就是我觉得在这里，我觉得很喜欢来这里，很有感动，就是我觉得看很多年轻人会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这样。因为在我第一个责任就是我是就是大学就在工作，就是霓虹业是玩跳舞，然后我是玩乐团。但是我就是完全也没有读书这样，然后都在工作跟玩乐团。然后我记得很重要，就是我跟他一起，他在当社长的时候，然后我是在外面玩乐团这样。但是就是在工作上面有了很多的学习啊这样。然后第二点是音乐，就是哎，那讲完有人在喜欢音乐的各个方式，五月天也可以。对，好，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很好的调剂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就是第三点就讲到梦想，就是我现在就是在当兵。但是我还有在工作赚钱，然后还有在继续我的乐团这样。然后另外再讲，就他身上穿的现在就是我们乐团的 T 恤一样，对。小心，因为地下乐团可怜，好不好？然后那个，因为所以刚才大家听到背景音乐，就是大家在吃东聊天啊的背景音乐，其实也是我们团的做的音乐这样子。那四月多会有专辑会上，然后那我现在这里我刚好，因为我给他带五张。因为我第一张就坏掉了，所以现在他给他第二张，然后我现在还有三张，所以如果有大家创业里面需要一些音乐或是一些素材，或是需要乐团去帮你们暖个场，或是怎么样，然后就是有我们乐团可以就是帮忙这样做这个部分这样，然后未来是想要创业关于艺术的，对，然后有在玩音乐或需要音乐素材的，那可以找我，因为我有些朋友他们都在做音乐这样子，我希望把这个通路再做大一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有没有朋友就是没有在上面，然后你也想要上来自我介绍的？好，开放四位嘛。啊，这样，好，请。第一个是就是这里有读过经济学的，可以举个手吗？好，那你们知道就是一个叫做资讯不对称吗？就是他说在市场就是资讯对称的时候，市场可以就是有效率的发展，正确那个正确的东西又变成正确的价格，正确的数量卖出。可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实战问题呢？有很多剥削的问题呢？就是在自由接触工作这半年的时候，我发现就是其实很多是系统，就是咨询问题。所以给大家介绍的第一关键词叫做开放资料。我们也会有人提过一个机会叫做开放石库吗？啊，没听过。石库，开放石库就是我们是一个，就是台湾有很多食品资料嘛。你看那个现在拿一杯水或者是随便一杯饮料，你看后面的那个成分表，这个成分表知道是谁写的吗？是厂商自己写的。我们去问过那个这些食品厂商说，你们这些可以告诉我说你们有一个东西存这些你们产品的资料吗？他们说没有。他说：“他是谁去了解这个资料呢？你猜是谁？有人回答吗？”接近，包装，是这个标签的设计师，只有他真正看过这些资料。所以很多资料其实都是误抄的，说：“那个我今天要做红茶，那去看一下隔壁那红茶，东红茶叶嘛，那看一下隔壁那红茶，它的成分多少，那我用多少嘛，不会差多少的。”
所以说其实资料这个资料从来被开放，资料被开放代表说资讯不会对称，消费者永远不会知道正确的东西是什么。所以给大家介绍今天的开放资料，台湾有一个专家做这个叫做 Code for Tomorrow， 所以第一个关键是 Open Data， 然后第二个关键字是公平贸易，你用公平贸易吗？很多人。我这公司在做的是公平贸易的咖啡，但其实台湾其实世界做公平贸易的不只是咖啡而已。公平贸易其实代表的是你们均权去做一件事情，它其实是暂时的，但是缓解那个症状，它可以暂时的解决那个饥荒的问题。但是一直这些问题，公贫富差距都是产业的问题，这都是整个系统的创问题。零秒了，哦，对不起，讲太久了。啊，公平贸易是个有趣的东西，它解决了，它要系统性的解决一些贫富不均的问题。那台湾公平贸易有两种，都认证，都是没认证的。问题是差别不在于一个是骗人的，而是一个是没有钱认证的，就是这样。啊，对不起，没办法再接受更多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那还有人要上来自我介绍了吗？好，请一位、两位，那第三位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先请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清大暨财一年级长虹，然后如果要分享三个话，我觉得就第一个是我想说机会，就是我觉得看到任何机会都要抓住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机会里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可以看到很多事情，可以很多圈内认识很多人，然后这些东西就是，好。反正我觉得我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影响人。那么我在清大里面呢做的事情就是，我是 TICO 清华国际社群的活动部部长。那我们清华国际社群就是最简单就来说，我们就是想要关心国际议题。那么我们做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就是我们有 circles， 就是有绿能小圈，然后还有什么国际商业小圈，就是在我们还有那个环境绿，对，然后就是我觉得在清华国际社群里面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我跟他们都认识，就是我们是社团合作认识的，然后对，然后我自己还有在校外做 UUR Sport， 然后我们是一个分享超新资讯的平台，就是让高中生可以知道科系的真实资讯，然后并且让他们就是可以一对一的跟学长姐对话到，然后跟他们咨询，然后帮助他们找到自己未来的方向。然后我也超喜欢玩的，所以我就是很爱到处去旅行，然后看一看，然后认识很多人，然后去聊聊天，然后就是看啊，结束了。OK， 反正我觉得就是等一下就是可以来找我们聊聊天，因为就是我觉得光用三个东西要讲自己，我觉得太复杂。而且我昨天因为我昨天在练乐器，对，就是一整天在练，然后我就临时想说他们都来了，我也要来一下，然后认识一下大家。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来焦点的活动，我已经想来很久了，就很开心能够在这边遇见大家，这样谢谢大家。所以你们几个是一起从清华过来的？哦，你们一起坐火车这样过来的？没有，我们还没坐火车。好，这样你要分享吗？对，我被我骗来，那几个人都上来自我介绍，感觉我不上来讲有点过不去，所以说还是上来。那个大家好，我是清华资工系大二，然后我叫林展毅，发展展飘逸的逸，然后大家可以叫我展铺，就是把飘逸的逸把错误拿掉，就是。那我现在是清大的资工系大二，所以我第一个词叫资工，因为它是我的背景，也是我的知识。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听到清大资工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，应该第一个也想到的就是清大旁边主科那种爆干工程师。对，所以可是我一点都不想要变这样，就是我读资工系，我想要透过我的能力，然后去写出一个不一样的软体，然后可以去影响世界，像 Evernote 这种软体，或者 Dropbox。然后或者像台大有很多像鞠躬系出来创业，像是之前我看过一个叫做 Codo 的杂志 APP，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理念吧，就是将城市 APP， 然后再加上文创，然后他们就是让一些杂志可以上到就是软体上面，让大家可以阅览。那所以我才会走上第二个词叫做创业，就是
得到这么多资讯以后，我才发现说，原来这就叫创业，就是去做自己梦想做的事情，然后用自己的所学，然后去创业。然后当下其实我很兴奋，因为我大一的时候，我一点都不想，就是一点都不想要去当那种公安公司。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寻找，那我到底可以做什么？然后当我发现创业的选择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其实很兴奋，就是哇，我终于找到自己的答案了。然后，所以我可能就会像故事中那种贾伯斯那些人一样，然后就可以很热情，然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然后每天就是不眠不休，然后废寝忘食，然后感觉会过得很快乐。然后可是我错了，然后所以就拿到第三个词叫做寻找，就是我当初以为我寻找到的答案，但是我后来才发现，原来我进入创业后才是一切的开始，才是寻找的开始，就是。进入创业后，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未知的。然后，就是我真的要做什么，或者是我要拿资工做什么，还是我真的要走资工吗？然后还是，我要创业的话，我应该加入创业社团吗？还是我要去参加很多创业竞赛？然后，所以感觉这些东西都很酷，然后也都很想去参加。然后，于是就把自己搞得很忙，然后很爆，然后就变成爆肝工程师。然后，对，所以这是另外一种，就是现在正在寻找，就是到底你真的想要做什么？刚刚 Andy 说他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我们在十秒钟的时间让他分享他最想讲的一件事情。对不起，那我上来。那我想讲的是，因为我现在暑假有出国旅行，然后我打算今年暑假我想一个人去旅行。如果有人有类似经验或想法，可以直接找我，非常没关系。我就一个人想要出国去跑。一个人吗？对，所以。还没有去，所以我想听大家更多意见，比如说去欧洲、去美国、去哪里都会不错，也是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就是可以有想法，可以进入这样，谢谢。对，那位自我介绍的那个 Kenny， 还是你要换别人？大家好，我叫 Kenny。对，然后其实我名片上面是本松啊，就我本名叫本松，然后现在。普大读金融与国际企业学系的大二，对，然后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一个东西叫 TSMC， 它是一个鼓励学生社交的一个平台。那对社交就是怎么了？对，就是我们会觉得在大学时期你要认识朋友是很容易的，尤其是你要认识跨领域的朋友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大学的时候，像普大有很多个系，有四十几个系，快50个，然后。跨一个系就是跨一个领域。那你在大学的时候，你认识这些朋友，他们未来毕业之后到各个职场上工作，就会是变成是你的人脉。所以我觉得，就是社交这个事情要在大学里面做。对，然后我会很鼓励大家说，像来参加焦点的活动，来参加创融，就是认识朋友，然后互相帮忙。对，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概念。所以欢迎大家加我好友。对，我真的非常需要，就是大家来加我缺好友是没有，对，反正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大家可以来跟我聊天，谢谢大家。